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铁线红拳健身房。作为社会人士，大家都会翻工翻学，凑仔凑女 ,OT 佛流堂等等的生活必须呢，造成身体很多不同的小毛病的。现在疫情底下，大家都遥距工作，遥距上课，就更加少运动。所以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套八段感的养生动作。这套动作呢，是可以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玩得的。第一式，双手托天理三招。首先开马，双脚对膊咁企，一个最舒适嘅站姿。然后吸气，推上去就呼气，慢慢呼，双手推进就呼晒所有气。吞口水吸气，再呼气，一样推进就呼进所有气。第一定，吞口水吸气，再呼气，重复咁做。大约做六至八次。第二式，左右开弓似射雕。首先开四匹马，个马落到几低就几低，唔需要勉强。火单子桥，尽量挺胸收背，腰保持垂直。这个动作是需要用啲力推出去。两只手互相拉扯，配合呼吸，去训练横膈膜同肺活量嘅。一样做嘅时候唔需要紧张。第三式，调理脾胃衰单举。首先平膊起，吸气，左手推向天，右手推向地，互相拉扯，去按摩脾脏、胃部等等的内脏，推进就呼晒所有气。两只手汇合的时候就吸气，手指要蹬直，吸气之前要先吞口水，然后先吸气。
一樣做六至八次。第四式五奴七傷往後朝，首先開四平馬，一樣個馬落到幾低就幾低，唔好勉強。雙手擺前面保持平衡，向右轉，腰轉盡，頭向右望，眼睛向右望，令到幾多就幾多。向左轉一樣，腰向左轉盡，頭向左望。眼睛向左望，轉進去。喺下盤方面，我係會鉛失去玩呢一個動作嘅，因為如果鉛失去轉咧，腰胯去到頸椎嘅部分咧，就會有更大嘅轉向行程啦。如果覺得咬住個膝頭哥唔舒服，係可以將個前鋒馬嘅腳尖向外擺動嘅，呢個動作係唔需要鉛失做都可以嘅。第五式搖頭擺尾去心火，首先開四平馬，然後向左擺動，指五馬心口向左邊，面向左邊，並去右邊，圓面面向右邊。这个动作主要是放松你的下胯、尾龙骨至到颈椎头部的。如果有高血压等等的人呢，就不要个头低那么低了，不一定要好像我玩那么低的。另一个玩法就是将个背脊打斜去拉扯劈劈去到後腰之間的肌肉嘅，咁呢度係有兩個玩法嘅。第六式兩手攀足固腎腰，首先平駁起，雙腳蹬直，接落去嘅時候盡量收下巴，眼睛向下巴方向望，上翻嚟向後咬。盡量屈膝朝後，眼睛向額頭望。當你落去的時候，盡量要收下巴，這樣就可以拉扯由腳跟去到後頸部分的經絡。向上咬的時候呢，就盡量屈膝，盡量將重心挨後，達至一個向後彎腰的動作。向前接的時候，盡量是鬆後方的經絡的。向仰上向後咬的時候，就盡量是鬆下巴至到小腿的經絡的。當能夠掌握之後，可以增加少少難度，將兩隻手舉起，令到上身更加重，仰後的時候需要更多的平衡力嘅。
第七式赞拳怒目增气力。首先开四平板，吸气，出右拳，出拳的时候先望住拳，推进拳头之后就望向远方，瞪大眼睛，呼气，出左拳。出拳的时候要用啲力，推进就瞪大眼睛，怒目，第八式背后七癫八病消。首先吸气的时候趌高，放松，呼气跌落地下。这个动作一定要放松感度，不要紧张，不要想着用力跌落地下，用力是没用的，一定要放松。透过这些冲击呢，就可以去放松由脚踭去到后脑的一连串的经络。咁八段咁咧，真系一套非常之好嘅养生动作嚟嘅。无论你当神运咁玩，吃完晏昼饭玩，定系瞓觉之前玩咧，都依然系可以好好咁舒缓到身心嘅。如果我哋全人类都识得呢一套八段咁嘅动作咧，我相信会减少我哋医疗系统好多嘅压力嘅。咁可能你不禁会问：咦，你玩洪拳嘅喎，八段咁关你事嘅咩？八段咁关我事噶，因为八段咁咧，其实你玩完一啲剧烈运动之后，玩八段咁去舒缓身心咧，是非常之有效的，尤其是在你打完波冇晒气嗰阵时，你呢个时候就玩一玩八段咁，认真咁慢慢玩咧，系可以舒缓到身心同埋回到气嘅。其实我觉得玩功夫咧，门派就唔重要嘅。无论你同边个食过饭，你师傅系边一个，有几多个电视台采访过你，同边个影过相，同边个握过手咧，呢啲全部都系浮云。功夫就系功夫。你自己玩的功夫对你自己有没有好的影响呢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可以玩到比你的师傅师公都认为你是 OK， 可以成为一个全人呢，那你就要负起一个责任去将你的功夫造福世界了。